我天天啊都是了走入国际，现在的国际间很令人担心，因为呢气候不调和，四大不调啦，再加上啊人心啊总是混乱，所以呢让天下国际啊不少的动荡不安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每一天只要睁开眼睛啊，我总是感恩，感恩昨天一天啊都是平安，让我安心了，那好好睡的。一大早睁开眼睛，听啊听外面啊的声音，那样宁静，真正的好像都会听到了那样宁静的极为音，有声音宁静，但是呢它有静中的极微音，极为音，这样只要我们心静下来，好像呢听了天籁，好像有一串的音律哦，好好的静静的听静中之音，好舒服啊，这样的舒服就是无不在感恩中，这样的宁静平安，平安宁静就是福中人啊才能享受到啊。如何才能呢静中的极为音，那就是要心无杂念，只有感恩过去昨天人事物。我们假如呢心存满足，昨的一天让我真满足吧，让我真感恩啊，所以今天啊一定呢是很祥和，迎接了祥和的今天的未来，安心啦，祥和啦，这就是呢我们人生啊最有福的人生。佛陀来人间啊就是要教导我们有两个方法，一个就是放弃烦恼，一个呢那就是迎接未来的每一秒钟的造福人间。我们心心念念都要有这一份的造福人间，不只是我求福，其实啊求福求不来啦，唯有呢你造福，你有爱心，时时啦要培养这一份的爱爱心。我们平时啦只要开阔的心胸，
用爱来包容一切。平时啊，无是非的计较，无是非啦，我们要善解啦，爱善解。哪怕呢，人有对我有什么样的批评啊，那后面讲的是非诽谤啊，我心不在意啊，只有自我盘点，我是否有得失，有没有得罪于他人，有没有贪求造成了别人的损失，只顾自己的利益，有没有这样自我盘点。好在呢，今天的过去，昨天的以前，我们呢所做的只有利益人间，没有亏欠，与别人有损失都无，所以呢，我自在。那更要呢，要很用心，天下了，人间苦难偏多，要如何呢？让更多人啊来投入，人人造福，那是人人平安，天下平安。过去大家人拢挂一条念珠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大家都是求生极乐世界，求阿弥陀佛，爱怎样？不可以消善根福德，你求我，但是呢，你也要自己有做啊，你有造福啊，那人间啊，因为你的造福，所以他们得到了，他们的困难呢，解困了，这呢，就是造福人间，给他一定呢，物资给予人的生活所需要，德呢是一定回向于自己，因为呢，我们心中呢，人人心中有德德行呢，这种造福人间的心，所以呢，他愿意付出，所以这样造福的心付出啊，回向回来就是德，德行的德，回向家己，补助给需要的人，让他得救，所以他得救了。道德的德呢，回向给自己，因为呢，付出无所求，人高无求啦，那心自安，这份安心呐，也要安心的人最有福，因为他没有烦恼，所以会当达天过着无烦恼。感恩自在，这呢叫做快乐啦，这种造福的快乐。时间哪会过得遐紧，
我天天都说啊，时间哪会过这么紧啦、啊？虽然时间过那么紧，不过呢，心得满满，就会感觉天下都是好人呢。你看这么多这么多的菩萨哦，这菩萨呢是共同一心啊，付出无所求，大家欢喜充满。彼此充满法的欢喜，看这那也不是福，这就是福啦。天天造福人间，天天有福。